经过这两天我在家里边细心琢磨潜心研究，我终于发现了怎么样对付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了。你真是武侠小说看多了走火入魔了吧。啊，头发长见识短，我跟你说，人家刚刚传给我的。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感染的是肺部，其根源是肺寒寒湿，每次排肺30分钟，至少3次，很好用。我告诉你哈，如果这肺拔凉拔凉的，你必须得给它捂热呀。看好了，从第一排教你，左右互排，第二排尤其重要，千娇百媚，第三排啊，闻鸡起舞。陶大夫啊，这个五肺十九汤好不好使啊？我感觉我对象要疯了。这个呢，应该说我们只属于自残啊，这不属于锻炼啊，所以这种呢，我们是一定要注意避免的。肺脾气虚的这部分人，他本身活动量就很少，他的体质就很差，这个弱的情况下，你去用很重的手法去拍打啊，肯定对身体是有不好的。